下午呢，我们就要回自己的家了，从爷爷这里搬出去了。爷爷说要请我们下馆子吃大餐。幸亏我早上吃的少，我留着肚子呢，中午好好吃一顿。使劲、打他的嘴巴，不能咬人。没关系。妈妈，我来说一句公平话，明明是大姐姐先捂着这些嘴呢，而且呢还不是这样捂，是这样捂的。不是，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，是妈刚才拍视频的时候，弟弟跟你的妈妈妈妈妈，然后呢，我就这样捂住他，我害怕他哭，然后这样啦啦啦啦啦，知道了吗？阿正，以后不可以咬人，知道吗？咬人是不对的，记住了吗？下天吃饭吧，走了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这件事情要怪呀，就只能怪我生的孩子太多了，天天我们家可热闹了，天天都是这样小吵。奶茶，拜拜，在家看家哟。去饭店吃饭开心吗？开心。饭店离我们挺近的，我们走着去就可以了。爷爷奶奶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。我们沿着这个走，时间掉下来时就输了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跑掉了？没有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饭店了，看这个旁边还贴着这个门帘呢。不过正月十五都是新年，我们一家人刚刚好坐一桌。爸爸还没来呢，爸出去挣钱了。养你们呀？嗯。牛杂知了猴，超级的香。老二专程交代爷爷给他点一个泡椒鱼皮。这可够吃了吧？嗯，这个可好吃了。吃这个鱼皮跟吃面条一样，好吃吗，老三？好喝。糖醋里脊、地瓜丸，这都是小孩子爱吃的，赶快吃了吧，快点趁热。嗯。来，爸爸，我看着他，你先吃。你吃。哎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好。看看爷爷给弄的一大桌子，你好好吃哈，嗯，吃饱喝饱，明天赶紧上学了，步入学校的大门，进入下学期，好好的努力吧。啊，我现在还正在开心呢，你把我开心的心打碎。精酿肉丝用这个豆皮卷着吃，甜味的。Nice beautiful。 不要重复我说话。这个辣子鸡的味道非常不错，就能多吃两碗米饭啊，使劲吃。嗯，够。老大，我们吃饭你是要给我们表演节目吗？对。这个小鱼汤不孬，酸溜的，一人喝一碗哈。好嘞，给妈妈。好，给你。好，我光吃汤不喝小鱼。好，给。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趁热吃这个酸菜鱼哈。好。你是一条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鱼。庆祝你们开学了啊，我终于解放了。这是我不情愿喝的。你喝了就代表情愿了。你们三个人都吃饱喝足了吗？吃饱了，喝足了。那给你们三个人一个表现的机会，去把账结了吧，用你们过年收的红包。好，行。这么大方就同意了呀？啊，鱼同意。我知道你们三个人为什么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因为你们知道爷爷已经把账结过了。对。小机灵鬼。没吃完的我们要打包带走，不能浪费，回家给爸爸吃。走了，回家收拾行李了。衣服都收拾好了，作业别忘了带了。肯定不用忘带了，早都收拾好了。还有成绩报告单呢。行。还有仓鼠。哦，对。我尝。打包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全部都得带走，搬家真麻烦。拜拜，走吧，快走吧。走了，爸爸，你上去吧，都走。回到家有什么想法吗？我的床肯定想我了。是你想床了吧？把咱们带回来的东西全部都收拾好，收拾干净。明天早上，老大，你不是报名了吗？对。把需要报名的东西全部都带着。你俩下午报名，把你们俩东西都收拾好，不要到时候这个找不到，那个找不到。好。我给你们三个人分析一下。嗯。咱们回来了，爷爷也可以轻松了。每天给我们洗衣服、做饭，还要拖地。对，现在终于可以轻松了吧？对，回来了，我们家没有暖气，挺冷的。给奶茶穿了两件棉衣服，真疼她呀。当然了，奶茶可是我们的宝贝。晚上跟着你睡吧。肯定让她跟着我睡啊！妈妈，我们三个人现在出去买 A3 纸了。买那个干啥呀？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，要用 A3 纸画一张新年的画，回来老师要检查的。对，一个一个收。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拜拜。我们要出去买东西啦。
弟弟拜拜。忙忙碌碌了一天了，你还没睡下午觉呢，妈妈哄你睡下午觉去好不好？啊